上帝啊，照你的主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罪性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清我到无罪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罪性，我的罪常常伫我面前，由你用切草洗我，我就清洁；由你洗我，我就美色加倍。这时，请咱大家起立来祭念上帝。第一届，我愿意领行来上帝。第二届，他为了家己要天皇上，无论地界、地上、甲地界，世界所有的伊，拢通做伊的上，通依赖伊，也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的上帝，万万不如问他的上帝，因为我。
来关心这项代志，也当替家属来祈祷，来参与一个家庭礼拜。佛祖上帝临在一日日的个别礼拜，在你保守下面来得到平安甲顺利，我来将遗嘱交在你的手中，保守因、安慰因、扶持因，特别在因的遗嘱啊，苦修的这因会当在上帝引带下面来行头前路。求主你保守因日后日子，愿你亲自甲因三甲地带。啊，愿上帝的心啊，会当好帮这些受艰苦的，互因来得到平安。诚实愿有同款的三听的心来三扶持三帮衬，这是出自耶稣基督所应允我的，也是阮所应该来回应上帝迄个新的国度。我们会当同心共阿明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会晓慕你的话，行主的道路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Yeah.